画面显示开场动画，这影片是关于日常生活的辅助器具。辅助器具共分衣、食、住、行四个单元。画面显示文字，本影片示范的辅助器具旨在为市民提供参考及教育用途，或许不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。如对有关辅助器具与个别情况的应用性存在任何疑问，请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。画面显示简介时的文字，由职业治疗师叶颂恩讲述长者有哪些状况便需要使用饮食辅助器具。可以自行进食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对长者来说是生活之中很重要的部分，合适的饮食辅助器具。画面显示男长者正在使用几种饮食辅助器具，可以让手部操作能力不足、手握力弱或上肢控制较差的长者容易自行进食。饮食辅助器具有很多好处。画面显示长者使用饮食辅助器具的好处，包括提升自我照顾能力，加强自信，令生活更有满足感，减少对别人的依赖和减轻护老者的负担。由职业治疗师预告下一节的内容。接下来就让我讲解选购饮食辅助器具的小提示吧。画面显示文字，卫生署拥有本影片的全部版权，本影片只供作非商业用途，严禁租售及做其他牟利用途。